啥呢？抢红包了。我先发个大红包吧。我这个哦，接着啊，就这边了啊，走着。钱顺风给大家伙拜年了。哎呀，我也有。哎呀红包拿走。哎呀，看见我们家二米粒没有？哎，哎呦，大姐夫，干啥玩意儿？大姐夫，我告诉你个消息，怎么了？二米粒可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今天啊，他在冰窟窿里捞出一个外卖小哥。家伙，二米粒不可能啊！你家二米粒的小体格子能捞出一个外卖小哥？不是他一个人，他跟王小倩两个人，找了根绳子套着人家脖子，噌就给薅上来了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绳子套人脖子上薅上来的啊，还活着呢吗？活着，想哪儿去了？脚脖子套着脚脖子薅上来的。真行，你说清楚。而且二米粒说了啊，说这个外卖小哥啊，长得比你还好看呢。哦，哎，说这个外卖小哥啊，长得像吴彦祖。比我还好看。是。有吗？另外，吴彦祖是谁呀？太狂了，回家看看，这不就知道了吗？走，再见。街坊邻居们，二米粒给大家伙拜年了。哎，我说那王小倩给外卖小哥换个衣服，这么磨叽吗？换完了，二姑，练个相吧。哎呀，外卖界的吴彦祖大胖给大家拜年了，过年好。哎呀，咱们家全身风这小衣服穿你身上还挺帅的呢。那当然，我本来就啊，切，你看看，哎呀，都帅出鼻涕泡来了吧？有点尴尬了哈。王小倩，有点眼力劲儿。明白。哎，那个大姐呀，给鱼缸换个水这么麻烦吗？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二驴子，吵吵啥的，水桶老沉了，我都快累死了。你沉啥沉？我拎着呢。哎，真就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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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两年有余。行了，小米粒，别天天在家没事干。来，把大盘的脏衣服给洗洗去。大姐，把大盘的脏衣服洗洗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大盘啊。哎，大姐，姐得说说你了。以后送外卖，不管多急，也不能从冰面上抄近道，是是，多危险，是不？就是。对对对。姐给你洗衣服去了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你们欢乐饭店大家庭太好了，真的，我给你们送外卖，你们拿我当亲人一样。我怕你家着急啊，我就赶紧的抄近道，结果掉冰窟窿里了嘛，还让你们俩给救上来了啊！以后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哎，客气。不行，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发个抖音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幸运。太好了，别塞了，拍抖音了，拍抖音了。我手机呢？我手机呢？别着急，想想，好好想想。手机呢？等，是不是丢了？你是不是掉冰窟窿里了？哦，掉，那就是丢了。我要没事啊，别着急，掉里边吧，也没事，知道不？因为啥呢？他不跟你一块出来到里边了吗？能咋的？不是，那不就丢了吗？我得去找手机。不是，大胖啊，大胖。不能去找，你想想那个手机已经沉到水底下去了，你去了你不只会游泳，你还得会潜水，你会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憋气，憋气我会呀，我老能憋了。我跟你说，找手机了。你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下里边手机是活了，你肯定是活不了了。我能的。站点啊，那嘎有个水缸，你憋一个让我们看看。你要真行的话，就让你去。王小倩，你出什么馊主意呀你？没事。没事啊，小倩是好人，好心，我就给你证实一下。哎，你说着玩呢，别倩，怎么回事？大姐吧，啊，这么回事，大潘不今儿给咱家送那个君乐宝奶粉吗？结果掉冰窟窿里去了，非要去捞手机，我们就劝他呀。好，来来来，
胖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千万不能去捞手机，多危险！不行，那我必须得捞。不行，你不用去，那手机咱不要了。不，我得要啊。你要是，你这样，来来来，啊，大姐夫这手机给你，九成新的，嘎嘎的。老年机呀，这功能全呢。好，另外声音大，声大声确实是太大了。我爸原来啊听这个小说啊，就这个声音太小了，后来换了跟你一样这个老年机，声音是真大呀，听得老清楚了。这不挺好吗？好啥呀，把我妈给震聋了。哎呀，我找手机。哎，你那手机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就是喜差2020，四个摄像头，拍照摄像老清楚了。我找手机。哎呀哎呀，大胖啥呀，还这么犟呢？嗯，不就是个劈叉2020吗？二姐这大劈叉6060，我跟谁说了？行，看，哎，把你手机给他。说这么热闹，这我给呢？咋的？我手机里有钱。咋的？给你，不用不用，我手机给你。二姐说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必须得要我那手，我就要。不行，没事，哎，顺便，顺便，哎，控制住。好嘞，哎，这你哪儿去？我跟你说，大胖。你去捞手机，你得下水呀。对，下水你得会憋气呀。我能憋气，拉倒吧你！我小学2年级参加全市的憋气比赛，我得了个第一名。你那说啥？我这天下第一憋，我都跟谁说了我？这么的，咱俩比。对啊，你只要能憋得过我，我们全家都同意你去捞手机去。那行，那我肯定能憋得过你。敢不敢比？敢比！大爷子，跟他比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哎。钱顺发，不是，我刚才好像听的是你跟他比呀。钱顺发，你先跟他比嘛，是不是你那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？大功夫啊，你注意啊，二姑要坑你。大解放啊，别听他的，你看小土豆又没换水。我闭嘴。二美玲，小美玲啊，把大盘给我控制住。啊，不是，顺发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又坑我是不是？过来，干啥？大盘现在要去跳河，到河里去摸手机去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河水这么凉。他现在下水行不行？不行啊！他如果下了水，是不是有生命危险？是啊，表态。哎，二姐夫、大姐夫明显不同意啊。大胖啊，你不了解我们家啊？我们欢乐范美丽大家族，街坊邻居们都了解呀、啊。我大姐夫一声叹息，哎，这个事儿就成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表态。哎，成了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比赛比赛比赛啊！哎，大姐夫，你站在这儿啊！啊，哎，你站在这儿啊！我喊口令，哎，你们往下扎！哎，好，你只要能比过我大姐夫啊，你就捞手机去！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姐夫啊，你有没有决心？有，有有点不太行，我。解放军们，此时此刻应该给我们大姐夫一个鼓励啊！大姐夫。你放吧，你放心吧，来吧，你放心，我拼了，我加油！一、二，下水，起来吧。没事，哎，不是我跟你在呢。哎呀，你别管，主要是不要让他下水捞手机嘛。快下去！哎，你咋出来了呢？哦，起来吧，喘口气。没事，不是，秀芬，你这是不是太缺德了？咱主要是救他呀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快下去！哎，你咋又出来了呢？哎，起来吧。顺风，你这是不是太狠了？这样一定能赢的啊！下！哎，不能玩赖啊，不能玩赖！下，起来吧。哎，逮着了吧？尴尬不？好尴尬呀！你就玩赖我招手。大胖，你听我跟你讲，你别走，你就跟你讲啊，大胖，你憋不过我。我肯定能憋过你，你真憋不过我，玩赖我能憋过你吗？什么憋？是不是？哎，能憋过我吗？你怎么可能憋得过我大姐夫呢？我大姐夫在这儿憋气，在这里头能憋10分钟。行吗？行不行？哎，回答的多么响亮！哎呀。大姐夫啊，你真能憋10分钟吗？能。那这样式行不行啊？我给你记个时啊，你现场憋一个呗。那个街坊邻居啊，咱现场就不用憋了，好不好？我发现你们真是我的好邻居啊！你们那个大姐夫憋不了，我去找手机就行了。哎，把大胖给我控制住。好嘞！哎呀，哎。
哎呦我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大姐夫啊，我得严肃的跟你谈一谈了啊。2019年是不是大拍儿？风里来雨里去，给街坊邻居还有咱们家送外卖送东西。是，今天也是为了咱们家，啊，出溜到冰窟窿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要如果下水，是不是有生命危险？是。一般咱们家出了这种情况，谁会挺身而出？我。谁会铤而走险？我。大胡子，就10分钟。婷婷就过去了，大姐夫，不行，咱婷婷试试。表态，哎，全票通过。来吧，来，准备把大盘放出来吧。来吧。哎呀，大盘啊，你可以计时了。好，大姐夫，哎，要不咱算了吧。开始。好嘞，街坊邻居们，来伸出你尊贵的双手，给我大姐夫加加油吧！1、2、3、4，大姐夫加油！大姐夫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二姐夫，别加油了啊！我这大姐夫就这么憋，我觉得不太靠谱。那什么事儿不太靠谱啊？我大姐夫一言九鼎，说10分钟少一秒都不行。我让你出来透口气儿。我就问你，你还去不去捞手机？手机我得捞啊！往前，摁住！哎，你别呀！你干啥呀？啊，大姐夫，干啥？出来透口气儿。透啥气儿？这是不是很危险？是啊！你都知道危险了，你还去不去捞手机？手机我得捞。哎呀！大姐夫，你要不行的话，你就伸伸手，你告诉我们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伸手了，他伸什么手？我大姐夫伸手是我还行，哎呀，我还行。摁住！哎，大姐夫，你还去不去捞手机？还去不去捞手机？哎呀，我太难了！我最后问你一遍。还去不去捞手机？我不捞了。哎呀，耶！哎呀，大潘儿啊，就是我的好兄弟，你早这样不就完了吗？你省得让大姐夫这样，你说？嗯。二姑父啊，我大姑父好像不蹬腿了。大姐夫。大姐夫你等着我，哎，你大姐夫合力给你捞去。哎呀，这能行吗？大姐夫，来，你不用去了。哎呀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大潘的手机啊，我早捞出来了。啊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缺德呢？你啊？不是啊？陈志峰，大姐，你坑我是不是？我坑你啥？都快把我憋死了，你知道吧？大姐夫啊，你好好看看这个手机，你看，你好好看看。哎，这不是你？闭嘴。大潘，哎，劈叉2020对不对？对，白色的对不对？对，给你。哎呀，咋捞上来的？你等会儿啊！我今天啊，我眼看着你滋溜出溜到冰窟窿里去了啊！我没管，我就等着他俩把你救走。为啥呀？我知道你手机也掉里边了。我一猛子扎进了冰凉的河水里，但是我热血在沸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帮你在找手机呀！我下潜。我游过了扇贝，游过了海参，游过了粉丝。二姐夫啊，你是不是一猛子扎佛跳墙里了？我说你还吃过佛跳墙？我送过佛跳墙啊。那我就理解了啊。这时候不能想这些啊。不想。这时候是找手机啊。找手机，我找手机。我下潜，手机在哪儿呢？哎呀。我灵机一动啊！我为什么不拿我的手机给他的手机打个电话？那赶紧打呀！于是我拨通了你的号码。对，咕噜噜噜，咕噜噜噜，咕噜噜噜噜，不是咕噜噜噜，咕噜噜。这是啥动静啊？这是你手机不是进水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忘了。哎呀，在淤泥里边啊！哎呀，快，我把你手机给捞上来了。哎呀，谢谢二姐夫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二姐夫，哎。我这手机屏保咋换了呢？进水了。那我媳妇儿咋还换了呢？
进水了。我这媳妇儿怎么长得跟二米粒似的呢？进水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二姐夫，这是你手机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但是我必须得找到我自己的手机。哎呀，孩子，控制住！哎，控制住！控制住！大王，过去。大姐夫可真得跟你生气了、啊。真是，不就是个手机吗？有这么重要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一直在城里打工啊，很少回家啊。每次回家，我都用这个手机给我女儿拍一段视频。这段视频呢，就是我女儿成长的见证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在外边再苦再累，只要晚上躺床上一看我女儿的视频，我瞬间就能充满电。你说我这手机我能不找着吗？我呀，这样吧，来来来，都过来，哎，都过来。那个顺风，哎，这样把咱们家那个游泳圈找出来。好，小米粒，发挥你的游泳的特长。好嘞，王小强，回去弄根粗绳子，咱们全家帮着大炮捞手机，走。放心放心，谢谢谢谢。这是不是你手机呀、啊？哎呀，这是我手机。哎呀，我刚才要洗衣服，刚往盆里倒水，我一摸，哎呀妈，怎么还有个手机呢？哎呀，进水了吧？哎，你衣服防水的，没进。哦、媳妇儿，你立功了。呀、哎、呀，我家人给我发视频了啊！来来来来，过来看看看看看看。哎呀，看看。爸爸，你怎么又不回家呀？哎呦，我想你了。哈哈。那个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爸爸今年过年呢，在我们家过。我们是欢乐范米粒大家庭，我是赵刚子。哎，宝贝儿，我是钱春风。我是你二米粒阿姨。我是大米粒。我是小米粒。我是王小倩。爸爸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年是不是不好玩啊？好玩，孩子，你爸爸现在学会那个憋水了，老能憋了。谢谢你们关照我儿子。应该的。孩子呀，妈给你拜年了。啊，过年好。应该儿子先给您拜年。妈，过年好。过年